这个时阵，妈哪无伫咧病房内底啊？啊，歹势，请问一下，你病人去倒位啊？伊去拍日头啊。拍日头。啊？拍日头？啊，伊毋是半边的手甲脚拢无力，阁会当出去哦？伊状况回来了真紧，大家拢有出去哦。拢有出去？啊，向啥出去？敢是康复啊？毋是，是一位少年的小姐。敢是小春啊？无可能，小春大刚拢在上班诶，毋是伊啊。上可能，就是维云根本无死，伊回来啊。好啦妈，今仔日你运动已经有够济啊，我送你转去病房休息。好。谢谢你哦。好。林美妍。啊？你奶奶家？维云啊，你莫管我，你紧去避起，较紧嘞，去啦去啦，紧去，去去避。哎，阿姨你看，妈，妈，你即摆身体无方便，哪会当一个人出来？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是摔倒，是要安怎？哎，啊，你的康复嘞？你今日请假啦？阿姨请假，向啥你出来啊？在我较早的厝边啦，我拜托伊捎我出来行行咧，爱去提药啊，伊难免会捎我转去病房啊。妈，你若想要散步，随时记得敲我，我会当陪你。阿姨，你哪有维云的手帕？恁两人靠近还是维云的啊？有时拢同款。你连维云有用手帕的习惯，伊拢唔知影。你讲好意思讲你对伊用情偌深？维云只要介意的物件，伊一介拢会买足侪，豆豆阿姨。参着这种失罪，我已经快用几啊遍啦，我无可能记不着的。哎呦，这维云要送我的啦，袂用的哟。恁赶紧捎我倒来病房啦。啊，那无吼，你著紧走啦！看到你会做阿杂的，紧走啦！好，妈，你莫生气啊，安尼啦，我阁送你行行，好不好？送我来那边看麦啦！好，来。进前我有过来边，拢有听到维云的声音，不过俩转是维云变作鬼，倒来找我偷笑。啊，不过艾伦嘛有讲，伊看到维云，根本维云无死。伊只是暗中倒来照顾因妈妈，无想要让我知影。既然维云无要出来，那呢，我只会当出手把伊杀出来。医生，阿姨，我来扫啦。伊就参照我的妈妈同款，我哄太医嘛是应该。阿姨，行。那你避来避去哦，炸弹片两包。我嘛知影，不过我嘛即马安尼，我直接就烦恼了呢。是要想这样子啦，我明仔日去调解。阿姨是嘞，为着要避维云出现，我只好和你受罪啊。妈，医生，医生，你救我！这里，妈，这里，这里。你妈没事了，林美妍，我绝对会让你得到做歹事的报应。你别跟我吵，我要去找林美妍算账。你敢
啊？我今晚就快让你妹在这里害死我嘛！那我就是你跟我的邻居。好啊，你去啊！来啊！去找你王旭阳拼输赢！我可提供袂哦，今天给你一次更新的机会，去啊！刚刚有没有发现，你妈妈拄则拢要叫你的名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妈妈，伊就是知影这是林美妍，挑过要引你出来报仇。就算讲伊差点结罪，伊嘛是唔敢甲你喊出来救伊呢。你搁知影为虾米？你敢会当想有头壳想一个啊？妈，大家拢这么冲动，降下家己的智商。因为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若是即马出去，就干就是跑火了，就会顶硬，整一个代志。刚刚你拢无发现，这林美妍一直在试探你伫倒位，应该是怀疑你无死，而且搁转去你妈妈的身躯边，所以才摕你妈妈的性命来逼你狠死。关系，拢甲我放第一，是妈我所只当目睭紧紧，我无妈叫我欺负，今摆我还没找到头路，妈把我都带去照顾我妈，我现在就无路用了。为何思想？你嘛不是无改变，至少你即马知影真相是啥，敌人伫倒位，敌在明我在暗，发球权搁伫你的手头，同款压面真大。我来恁检查官拢是安尼讲的啦，没有？就甲理工男同款，顶口口，袂好变通。你也是要听话，安卡意哦。大门伫遐，去找恁情人。但是我即款钢铁直男，讲话本来就较实在，够欠。多谢你啦，钢铁直男检察官。我这世人确实是听受这黄玉生的花言巧语，所以我嘛确实需要一寡较有见识的实在话。我的实在话就是，你为倒位跋倒，就为倒位重新站起来。你的情人还佫假面闺蜜，嘛伫顺发，你嘛已经讲啊，伊的犯罪证据还佫动机，因这才生气，应该是闭起来惊你这条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叫我转去顺发上班？这是即摆的电条。更上一层楼，绝对无问题。你唔拿爱当去，而且该用你的专业，华丽回归。都好加在恁母仔平安无代志，啊，若无真正伤过无天理啊！小春刚是伫问维云妈妈的状况，若无哪会讲到母仔平安？好啦，是安尼，我先来去保养啊。你拄只讲是伫咧问维云妈的状况，你是到谁讲电话啊？林经理，无你是住海边啊？我到谁讲电话，甲你有啥物伫搭？我就听着你讲着啥物半仔囝，你敢是伫咧甲维云讲话？
维云是不是回来啊？就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做菜心虚，所以才这么关心维云是不是回来？维正不是安尼讲嘞，毕竟过去咱四叶草还是有革命情感啊。虽然我跟维云为着玉生已经拆破病啊，啊，不过过去的情分我拢有藏在心内。那不是即马在上班，我绝对用我这双手拆破你的嘴。你妹的，即马维云失踪，你既然连阿姨拢敢陷害，你既然连阿姨拢叫你怎么个扯落水？你拄才讲结婚，你敢讲我唔敢听？你就是想搞无起心？无你一个歹啥？我迄时阵胸胸巴肚疼，阿姨无说你就搬落水啊？我嘛干嘛就自责个啊？你就自责个？好啊，那安尼你跟我去病院，你跪落甲阿姨回事嘞？安尼我就相信你唔是挑工的。行，陈小春，你闹啥物啊？我拄仔只是关心维云的下落，伊就讲我甲阿姨扯落水，迄几个人讲道理好无？好，你讲你关心维云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么关心伊的下落，是不是因为你惊维云这个正宫若是回来，你这个小三就要包我看看，让人豁出去冤家？这不是安尼讲的，我包去冤家大，迄是为着要赎罪。维云的失踪，确实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只不过，伊留一张纸条，让玉珍留着无去啊。伊两个嘛是因为我才分开的。在道义上，我应该替维云照顾冤家的人。好啊，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在这听你冷笑话。你妹的，我最后一个警告你，你若是敢搁接近阿姨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陈小春，你凭什么警告我？你听准你是啥？你是咧创啥？哪会伫冤家啦？想知影，伊是毋是经期不顺，还是去予方总监放杀了后，规个心内郁卒无底头，就掠我出去。我即马总算知影方总监哦，是安怎会选珍妮护证？陈小春，你这个人个性袂改哦，任何查甫人都袂跟你做伙。林美颜，你好啊啦！恁四叶草就剩两叶啊，若是搁弯落去，就变五叶草啊！林美颜，我问你哦，你最近是行什么运，还是有去什么庙拜拜啊？哪会连公司都要颁奖给你？你嘛给我教一下嘛。什么颁奖？哦，就公司要选盛发集团年度最佳优良员工，啊，跟有最佳合作厂商，最佳员工是林美颜，秋兄是黄玉生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把你的个人资料跟我送去提好啊，我要做 PPT。度最佳优良员工，公司的评分标准一下。阿仔，为的哦是公司的高层算出来。我怕得令，为了珍妮护中做骨做背，连下班时间都不会参入去啊，结果既然无得奖，实在有够无公平。安怎啊，陈小春？你是不是感觉目空车？不要紧啦，我会当带念这过去的情分哦，甲我成功的配布，甲你分享。第一，做人哦爱脚踏实地；第二，做人爱善良，袂当加长加多，一工干找人麻烦；第三，爱跟我的脚步行，无跟脚有一工哦，我当甲你摇起来哦。唔免，多谢你哦。你把家狗仔的轮做靠山，把冬雨逼到走投无路，才得到你要爱你的。林美啊，你打着高维云，还佮有李冬雨白起你，你唔惊有报应？哎呀，这礼数吼，拢是赢的人咧写的。我林美妍就是 winner， 无你写当安怎？